小小的复合弓狩猎白尾鹿，他们能经得住几下呢？本期带大家看一下猎人放弃猎枪，仅用传统的复合弓狩猎能有多少收获。一箭射出白尾鹿，直接弹射起步，在空中来了个蜻蜓点水，之后和同伴快速跑出去十几米远。起初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，随后就感觉头晕眼花，倒地不及。这是英国的一场狩猎活动，据当地媒体报道，经过专家估算，当地已有超过150万头的野生白尾鹿。对此，专家鼓励当地人猎 S 鹿群并食用鹿肉，以维护生态平衡。这头雄鹿正在丛林中寻找食物，殊不知大壮早已把它当成了晚餐。稍微发出一点声响，雄鹿停下脚步张望，大壮瞅准时机，小手一松，箭没入雄鹿躯体。救命啊！这头雄鹿同样没有跑出去多远，就倒在树丛中无力挣扎。英国的野生鹿在维多利亚王朝时期就几乎灭绝了。自从19世纪后期，英国的大型食肉动物逐渐灭绝，这就导致野生鹿的数量急剧增加，正在各地泛滥。专家们表示，目前英国已有6种野鹿，数目庞大，仅对牧场、林地、农场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。谢谢你们的关注，欢迎东方朋友来玩。画面看到的这头雄鹿正在觅食，空旷的草甸上没有任何遮挡，这位大壮提供了绝佳狩猎机会，吹了一声口哨吸引雄鹿的注意力，随后一箭打出，正中雄鹿躯体。雄鹿受伤后没有立即倒下，踉踉跄跄就想逃之夭夭，可是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跳起了芭蕾。接下来就到了收获战利品的时间了，这头雄鹿少说也有200来斤，足够大壮吃半个月了。这些泛滥的鹿群除了对植被造成严重破坏，而且每年这些动物横穿马路造成的道路交通意外就高达14000多起，当地植被也因鹿群而遭受严重的毁坏，同时也危及到了像夜莺这样的鸟类的生存。一些种类的鹿甚至会进入人类的居住的寻找食物，危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。